我看这一题，他问说哈，下列哪个选项是正确的？首先哈，这是等于多少呢？等于那个负二的三次方，这负二的三次方。那二的三次方减掉负二的三次方，就是二的三次方加负二的三次方，所以呢，这不会等于零啊，这会等于多少呢？等于两个二的三次方，就二的四次方啊，这应该是16才对。好，那再我们看看呢，这个，这一样啊，哦，这个二的四次方应该这四次方在里面呢，这里写错了，在里面，哦，这个负负得正嘛。所以这是二的四次方加上啊，二的四次方，这不会等于零的，这等于二的五次方哦，两倍的二的四次方，二的五次方是32。那这个呢，这就对了啦，这个是等于负二的三次方嘛，这负得正嘛，加二的三次方，这个会等于零的 ，C 选项是对的。那这个呢，这是正的。哦，这是，二的四次方啊，啊负得正嘛，加上二的四次方，这是二的五次方，哦，两倍的二的四次方，就二的五次方，这是32了，不会等于零的，这是错的，所以这一题哈，这也是错的，答案应该要选 C 啊，哦 C 的话才会等于零，所以这一题答案是 C。